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借的中原国际会议中心，其实它有一些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留到太晚，因为不像昨天晚宴，所以我们晚上有借场地。那所以我们闭幕式就准时开始。那我是今年总召浩成，我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年的 Java 社群研讨会，然后还留到最后一场这样子，因为我很久没有在研讨会待到最后一场了。那我要感谢各位热情参与，那我们跟比如说赞助商推出的活动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办的一些像是晚宴的活动，那就当然要感谢考山竹，因为基本上我遇到的人都跟我说山竹超好吃这样，他觉得没有吃到很多很可惜，但是我想有点还要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可能之后其他研讨会也没有办法在中研院考山竹了，我们可能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对，那因为不好意思，有些研究员抗议这样，那个味道实在太香了。对，所以那也刚好是 Java 20周年，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Java 20周年的蛋糕这样。那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今年的赞助商，那如果没有赞助商的帮忙，这其实我们的票价得要提高蛮多的。那我想可能会影响一些会众的参加意愿，那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今年所有赞助我们的赞助商。那最后我要感谢工作人员，那因为我们都是志工，虽然有少数我们有请一些工作人员来帮忙，就是一些搬东西啊或这些门神管制的那些工作，但是基本上像记录组、餐饮组、议程组，还有我们的线路组，基本上都是志工来帮忙，所以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志工，讲基本上应该不太可能有人可以办，光靠几个人的力量就办一个500人的研讨会。那最后我要宣传一下，就是我们会有会后问卷，我想各位应该已经收到，我在 Git 上有发，然后在刚刚应该也 email 到各位 KKTeams 报名的信箱。那请各位应该不用抄了哈，请就是尽量帮忙填写。那我们一样就是会抽出奖品，基本上我们会大概两三天吧，对，所以两三天，因为有刚刚已经有昨天得奖的会众已经去赞助商摊位问说什么时候可以领奖，这样，所以我们想说尽快处理，所以大概就是我们会在黑皮上写确切时间，就是在那个时间之前填写的就有抽奖资格，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在下个礼拜就把所有得奖的奖品都寄到各位的 email。那最后是会后抽奖，会后抽奖跟刚刚一样，那只是这次的资格是，如果你在这两天的议程当中，有活动当中有超过十个page的，我们一样就会抽出这七个奖品。那等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有几个问题比较多人问的，所以我统一回答一下。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录影，那基本上除了讲者可能公司因素或者是一些个人因素，不希望我们录影的议程之外，我们大多数的议程都由 Bookshow 帮我们录影的。那等到后制完成之后，我们会统一放上 JCConf 的 YouTube channel， 会以 CC license 的授权释出。所以基本上大概，我不知道多久，对我再跟他们确认一下。那我希望是可以尽快，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可以释出这样子。那但是确切的时间，我们一样就是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跟iPad 可能会更新吧，好，我会尽量。对，所以就是录影的部分，这是比较多人询问的。然后抽奖奖品就是刚刚我说的，我们希望可以像 IntelliJ 跟 Safari 的这 license， 大概加起来是30个奖品，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希望在下个礼拜可以送出。那如果可能过了下下礼拜，如果你收到得奖 email， 你还没有收到 license， 那再麻烦你写信到contact@jccom.tw 来询问一下。好，最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热情参与。那我们就请大家陆续往出口移动，这样。我讲。那个得奖了，记得要去领奖，因为他们再三提醒我，这样，他们不想把帽T带回去了。对，所以如果你有收到 email 的话，就请现在去那个速度的奖品摊位那边领奖。谢谢大家，请大家回家路上小心。